情渐渐稳定，但十二岁以下的孩童仍未开放施打疫苗，让不少家长忧心孩童应该如何提升保护力。而即使是打完疫苗的孩童，后续防护仍是不可少。小朋友有时候就是睡眠不足的话，会让我们的免疫细胞它的活动功能会下降，那数量也会下降，所以记得每天要睡饱。运动量不足够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免疫细胞的一些活性啊，跟吞噬能力也会下降，这样子就比较容易造成一些感冒。所以会希望说小朋友就是每天要适度的运动，大概户外活动30分钟左右是比较好的。第三点的话就是营养会不均衡，因为小朋友很容易偏挑食的状况下，然后或者是水分喝得很少，那就容易导致我们的一个消化道里面的一个益生菌，它可能菌相会比较不平衡一些些。我们人体的一个免疫的系统啊，其实有70%是在我们的肠道里面，所以肠道如果健康的时候，其实你的整个免疫力就会提升了。不要忘记就是你要定期的一个补充益生菌，因为其实益生菌它很娇贵，它其实只要生活压力比较大，或是饮食不均衡的时候，或蔬菜水果不足，它就容易老化死掉。还要多喝一点水，然后让小朋友的活动力充足的话，其实免疫力就会变好。 MIT 品牌 Pure U 纯净之域推出益生纯营养机能 BB 好菌冻，由营养师和专业生物医学团队研发，来自母体六大原生菌株，延续妈妈呵护，打造黄金比例复方，结合专利益生菌、益生质、益生元、台湾在地综合蔬果酵素以及多国专利天然成分制成，通过安全食品认证，采用最新热封包埋技术，耐胃酸、耐胆碱、耐高温及无菌履带及食用，将好菌完整封存，分子变小好吸收，有助于调整体质，启动身体保护力。我自己本身就是有在喝他们家的那个叶黄素饮，然后小朋友我是让他选择叶黄素的果冻，然后当我知道他们有在出这种大人跟小孩都有在吃的益生纯的时候，我其实很快就买了。我自己本身因为挑食，结果小朋友也跟着我挑食，然后肠胃道我们也比较敏感，所以我第一次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真心的想要就是继续吃这个牌子，它没有那种很甜腻的感觉，就是吃起来很清新，然后有那种淡淡的养乐多的风味的感觉。那小朋友吃的话，它接受度也很高。为期4日的2021台北国际妇幼展 ，MIT 品牌 Pure U 纯净之域将在现场提供益生纯好菌冻、精酿纯叶黄素冻等必买好物，还有营养健康咨询与互动活动，千万不要错过。记者连慧徐中采访报道。